香港係國際大都會，啊呢度菜咧就用咗泰國同埋香港個文化，變咗香港一道創新菜。你好啊，我叫阿迪神，我係一間Cruise個大廚。呢道菜中文就叫醉蝦牛肉炒腸粉，牛肉粒啦，有蝦球啦，咁我哋有粟米仔。紅椒、青椒、青胡椒粒、紫天椒碎，一定要有咧泰國嘅泡。咁首先我哋咧就燒紅個鍋先，可以俾啲油落去炸啲嘢咧，同埋炒嘢咧就會黐鍋啦。等個油熱咗，我哋攞個蝦同埋粟米仔去走油，倒翻啲油出嚟，先開始炒牛肉。呢個步驟就好緊要，就令到佢炒牛肉炒得靚唔靚啊，或者成個碟靚唔靚咧？個泡一定要係最後，因為個泡係香唔香就係佢個油份喺個葉嗰度。如果你一早落去炒咧，就燒咗嗰啲香油走咗。呢道菜咧就喺泰國傳入香港，佢嘅味道就有啲辣，因為加咗啲泰國啲香料。因為香港人就中意食腸粉，我哋就用個本地個腸粉加入泰國個風味，令到我哋創新一啲香港嘅地道菜。個醉字咧，仲唔係話落咗酒去炒嘅，我哋就係只係話飲完酒啲人咧就中意食呢道菜啦，夠辣啦，夠香啦，到你咧精神醒翻。